要以身作则，让他知道耶稣是一生的至宝。然后第二个是小溪，对吗？好，他的爸爸伟杰，妈妈是婉婷，叫 Smile。好，这是他们全家福的照片啊。对孩子期待，他希望孩子成为快乐、诚实、爱自己、不骄傲、不自卑，都活出基督的样式，荣耀神。那常常感恩。那忧虑的时候要记得天父看着你，祷告，把重担交托。有怜悯心，关心周遭的人，对自己负责。那对孩子的期待是，感谢神翻转他的生命，他已经这个神把救恩这个借着他传给孩子，让他知道天父对我们爱，也同样爱天父啊、那就是虽然没有最好的物质生活，但是圣经里面的至宝要交给他。那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不任意发怒，理解鼓励，劝勉态度，沟通。好，第三个是郑慧晶跟郑宇翔啊、爸爸是子文，然后这是安宁牧区的。好，对孩子就希望他们姐弟俩可以认识这位爱人的主，一生有主的看顾扶持，在主的爱中得到原生家庭里面一切的缺乏和不足，平安喜乐的成长。那他们会全心全意全力的爱神，帮助他们勇敢追寻随神，教导他们要走的道路，追求公义，热爱慈爱，荣耀神，顺服神的旨意。好，再一个是心语异化一号，这是钟平跟静怡的小孩，这是他们全家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神带领教导，让成为他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行为不偏颇，有亚伯拉罕的信心，大卫的勇敢，所罗门的智慧，哇，全部都有了，驯良如鸽子，刚强谨守的心，使他们到老都不偏离。好，未来持守神的真道，让神不断扩张孩子，成为合神的器皿。父母承诺要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孩子，有敬虔的心，跟随主的脚步。好，这个不知道怎么念呢？莹莹吗？莹莹，哦，好，就是亮晶晶的意思。这是文晶婷玉的孩子，叫莹莹啊，好漂亮啊！期待孩子成为像他的名字哈、就是美好，成为美好，这个有主美好的样式的人，爱孩子，保护他，服侍他，为孩子祷告祝福，教导孩子爱上帝，勇敢追随神所指引他的道路。好，这个是颜真，好，是洪凯跟慧茹的孩子。好，这是他们为孩子一起的全家一生遵行神的话，以神为乐，效法基督的样式，有颗柔软顺服的心，对天父的信心，不论环境如何，永远充满盼望，常怀感恩的心，能够分辨优先次序，对的事上坚持。好，对父母对孩子的承诺要用神的爱来爱你疼你，用真理教导你，祷告为你祷告，走在神的道路上，成为合神心意荣神益人的蒙恩使女。好，这一位是永君是立宪跟杰宇的孩子。好，这是他们家庭希望永君在成长过程中不会因为家庭不完整感到自卑受伤，因为不是只有爸爸妈妈，还有天父时时的爱护陪伴他让神来引导，神的手在他身上跟对孩子承诺一样，活在神的恩典中，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好，那这位是彩衣，是丙中跟立交的孩子。好，这是他们全家福哇，就让彩衣行走在当行的道路上，到老不偏离，赐福给彩衣，扩张彩衣的境界，保护彩衣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用神的爱神的话，让神赐的环境来扩张他，倚靠神。好，可以吗？我们一起站在讲台上好吗？请这些的父母一起出列，我们等一下要一起来为这些孩子祷告那我想我们这个就先发礼物好了。好，那等一下我们最后一起来为他们祷告这个每一个孩子真的都要成为神手中的利剑大家就一起拍手好不好我们请
好，我们好不好请他的小组的人员一起出来，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祷告，也为这些父母来祷告。我想这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要一起来祝福他们，有上帝的手在这些孩子的身上，神的恩要一生与他们同在。那我们也特别为父母来祷告，让父母真的经历到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候要靠什么，依靠神，要经历到在每个困难当中有看到神迹。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一起起立，我们就请这个小组的人一起靠近他们，围着他们，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孩子来祝福。我们宣告这些孩子都要成为神手中的利剑，他们要得着从天而来的恩宠。那我们也祝福他们这些的父母，让他们倚靠神，把孩子带到神的手中，不是靠自己。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如果你没有孩子，或者你的小主人，你也举起手来为我们这些所有的孩子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啊，真的，我们一起在你的面前把我们这所有的孩子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的孩子。主啊，从小，主啊，有上帝的恩临到他们的孩子，主啊，临到我们的孩子的身上。主啊，是的，你的哦，主啊，恩典要祝福在我们孩子的身上，有智慧，有聪明，充满他们。主啊，是的，主啊，让他们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主啊，倚靠神。主啊，赞美你。主啊，这是哦，主啊，你的儿女。主啊，是的，是你们所赐美好的产业。奉耶稣的名祝福，奉耶稣的名祝福，奉耶稣的名祝福。主啊，有上帝的同在，主啊，有神的恩充满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主啊，是的，主啊，你祝福每一个孩子，主啊，祝福每一个孩子。哦，主啊，是的，因着主啊父母的敬畏，主啊，他们也要成为义人的后裔。主啊，他们要成为义人的后裔，敬畏上帝，经历到从神而来的。主啊，有属天的恩典，有属天的恩典祝福在这些孩子的身上，把莺莺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是的，让这些孩子有一个主啊从你而里来的平安。主啊，那样的平安要住在这些孩子的身上。主啊，赞美你。主啊，是的，生养众多，生养众多的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